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地方看着很矮啊，其实很深的。这墙我他妈我看能有2米，我操！我在上面蹦来蹦去还是很害怕的。小的时候吧，有一次爬墙，我他妈从墙上掉下来了，直接后脑勺磕地，把那砖都磕裂了，然后我那个脑袋就肿了，之后我就一直对这个爬墙这个事儿啊就很害怕。然后现在我这个位置怎么样？屌不屌？一览众山小了，我现在要走了，去前面那边还有几个景点看一看。